真澈清唯心，真如实观。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、沙弥居士，大家早安。那么我们前面将在家必然的课程讲过，剩下的事情，那么本来是说今天跟星期一，但是因为课程是星期三才圆满，星期四课程就暂停，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跟星期三只有一堂课，利用两堂课跟诸位来说明这《瞻察经》、唯心事观跟真如事观。那么《瞻察经》我们之前也有讲过，一时境界起为障缘。那么整部的《瞻察经》分成上卷跟下卷，上卷的部分呢是拜瞻察忏，可以涉属属于戒学。好，那么下卷的部分讲到一时境界两种观道，那么可以涉属属于定慧二学。而上进的部分虽然呢拜忏当中有讲定有讲慧，所以三学都记住有。下进的部分呢虽然修一时境界两种观道，但是呢当中还是以戒作为基础，所以这样说起来，整部的瞻察经也就是讲戒定慧三无漏学。那下卷的部分当中，我们前面讲到一时境界，这个一时境界就是如来藏自心清净心，叫佛性，叫真如，叫法界，也就是我们的本体。那么由本体在开出了两种的修法，修唯心事观，修真如事观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起为障缘当中，以称名观法身修厌离两种的作用，都是由修这个法而得到一行三昧。那么这样的修法，也就是说前面建立第一个叫意识境界，那么就是能够以全性而升起修德，由性的意识境界当中了解了，而开出了修唯心事观、真如实观，或者修称念、观法身、修厌离，都是从性德而升起修德的观念，想要由性德当中当下就是修德的当下就是能够合于性德，所以前面最初是讲一时境界。这个道理啊，就跟呢世尊老人家的开导是一样的。世尊呢最初成佛，肯定我们众生都记住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这是讲性德。接着开出的教门，就是从性德而升起修德，全修德而完全合乎于性德，都是显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如来的智慧德相。好，跟这个道理一样的。所以藕益大师在老人家的一个开示当中讲到，说性德是心是否
乃信四心作佛。观经里面讲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，这是从修德当中而显现性德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说呢，欧祖他老人家强调，我们第一个要肯定我们有佛性，接着我们在修的时候都是在显现佛性，所以要信得四心是佛，相信我们的心就是佛。如来藏自信清净心我们都有的，所以乃信四心作佛，我们才做得了佛。我们在念佛的当下，念念念佛，念念成佛，都是显现我们的如来的智慧德相自信清净心。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说《三茶经》当中呢，下经的部分也是相同。第一个解释的是意识境界，好，说明一切众生都记住有如来的智慧德相。那接着再讲修法，讲修法，讲唯心是观、真如是观，好，后面呢，那么这境界比较高。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观，观不来没关系，称念啊，称念这个名号，称名号得一心的时候，接着观法身，接着修厌离，同样的契入这个一行三昧。所以这个唯心是观跟真如是观，实际上来讲，它是为了要显现的，都能够合乎于这个意识境界。我们自信清净心如来藏，那这当中呢，分成两个部分。我们现在啊，应给诸位的是第一个部分，假意的唯心是观。那么在科这一处啊，开出的科当中，分成三科，以一正是观门，以二观成圣境，以三结观功能。那么在正是观门当中，它要分成的三科，丙一观境为心，丙二善知心相，丙三观门成就。那么在这一处，丙一的观境为心，观察外境，唯独就是心，境就是心。那么境就是心，底下呢分成了三科来说明。定义是所观的境，要观哪一些的境呢？定二呢是能观之观，能观观，能观之观。定三呢欠修减过。那么现在这一处定一的是所观察的境界，我们看这个正文。写唯心是观者，所谓一切是一切处，虽身口意有所作业。那么学习修持唯心是观的清闲，那么维大师呢，老人家开示啊，你不了解八识的体用，怎么能够知道一心的种子？那么一心就是统摄了所有的境界，好，那么一心里面呢有体有用，所以啊不了解八识的体用，讲一心呢就有一点模糊的相状在里头，所以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要从相而入性，先分别诸法，或说毕竟空，要
先分别诸法。这个唯识啊，重在分析法相，重在分析法性，重在圆融。那么先分析，分析了解的，那么一说说起来，这一心哈、哦，它真正呢，它是有内涵的，啊、哦，不是只是一个概念，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，它是有内涵的啊，真的能够一心，啊、哦，那么不了解八识的体用，八个识，阿赖耶。前面的前七识，第八识啊叫做艺术识，前七识叫做艺术生，从艺术所生出来的啊、哦。那么每一个识，八个识呢，每一个识的心王心首都记住有四分，有四分，政治正分、智正分、见分、相分。那么四分当中，就平常来分，就分成心跟境。前面的三分呢，政治正分、智正分、见分是属于心，相分是属于境。前面三分属于心，而智正分是心的体，见分是心的用。它分成体用了。那相分，相分怎么来？相分由自证分所变现出来。那么由相分而显现的见分，那个明了性。好，见相二分都是属于作用，自证分是属于体啊，跟这个政治正分。那么色用归体，所以、啊、叫做一识，叫一心，叫唯心唯识的道理。所以了解了八识的体用，我们在观一切法就是一心而已，再没有其他的。这里面呢、啊，这个内涵就非常的丰富，而且踏实，啊、嗯，踏实。所以啊，古德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位三平和尚，叫三平和尚，是称他住的地方是三平山，住的山的名称叫三平，叫义宗禅师。义宗禅师，他是呢潮州大颠和尚的侍者。当时呢，这个韩愈。因为劝呢，这个，哎，唐宪宗啊，要将这个凤翔府护国寺，就是现在的法门寺的那个舍利啊，要请出来到内宫去供养。这韩愈啊，就上表，啊，上表劝谏，不要这么做啊，这是一个愚痴的状态呀、啊，啊，全国的老百姓就跟着这样动了，好、哦，又上表这个。唐宪宗想要把他杀了，旁边的宰相啊，这个匪修啊，不要杀了，把他贬到边地去好了。所以从京城把他贬到潮州去。那么到了潮州去啊，他想着潮州有位大颠和尚、啊，听说非常的好，修得非常好，他就去参学，啊，参学去了，说呢。哎，弟子啊，荆州事务很繁忙，省要之处啊，起司啊，啊，指示，意思说不要讲得太长了哦，你要重点讲一下就好。哎，这时候呢，大颠和尚呢，很久都不讲一句话。这个韩愈啊，在旁边呢，就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这个时候，侍者三平。他就敲这个禅床敲一下，好，那么大颠和尚就说做什么？啊，那么三平和尚他当侍者嘛，他说呢，先以定动，然后自拔。
这个韩愈啊，根基也是很利的。他一听啊，他就知道了。他说呢，这个师门呢，风啊，师就是大殿和尚呢，称他老人家哈，说师，你的门风高峻呐，我在逝者的地方哈，得个一个入门啊，知道了。他就转头就走了。这三篇和尚，他怎么说呢？老人家讲。说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以声色可沉浸，个中漏了浑无事，体用无妨分不分。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以声色可沉浸，就是你所见所闻的，哦，那不是见啊，哦，不是见。无余声色可沉浸，没有境界啊，给你看、给你听的没有。个中漏了浑无事，这个根基很利啊。他知道境就是心所变的，你要了解，就是一心呢、啊，这个对立的心呢，就止息的，止息的。个中漏了浑无事的对立的心就没有了，所有境都是心变的。我们所见所闻的，哦，在见闻觉知当中呢，所有的境就是心所变的，都是你自变自言，自变自言都是心呢、啊，都是心。所以个中漏了浑如是，这个对立的心就止息了，体用无妨分不分，这当中有体有用，就前面所讲，每个事都有四分。自证闻是体啊，见相二分是作用，分啊体用，不分就是一心的境界，这修行唯识是观呢，那么就是要入于那个真如实观，根基啊比较钝一点，先修唯心是观，接着再契入真如实观，立根的直接观真如，但是不妨。也有唯心是观在里头，那这个地方呢，讲到，修学唯心是观的清净，所谓啊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随身口意有所作业。这个地方啊，就讲所观的境，这一些都是所观的境。藕益大师的译述当中说，一切时。为行住坐卧等时，都是我们的行住坐卧四位一的时候，叫一切时。那么一切处呢，也就见色闻声等处，我们六根呢对着六尘境界的地方，所以身口意有所作业。身口意的作业就是造作啊，为坐坐语言、攀岩等业。三业产生这个动作啦，语言是口业啊，身体的造作啊，还有意业的攀岩，攀岩的意业哈。那么以要言之，不出六行六境，一一无悔所观境也。那么以要言之，大要来说的话，不超出六行行住坐卧语言，还有坐坐，这六行，还有六境。这六尘的境界，见色、闻声、嗅香、受味啊，接触之法啊。那么在行持坐卧，在所有的六根对着六尘的境界、身口意业的造作当中呢，去观察，所以一一无回都是所观的境界，都是属于修行唯心是观的境界。接着呢，丁二的是能观观，是能观之观呢，能观之观，悉当观察，知为是心，乃至一切境界，若心助念，皆当察之，勿令使心无己攀岩，不自觉之，于念念间悉应观察，随心有所缘念，还当使心随处彼念。令心致之，
自己念心，自身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。所谓念心，自身长短好恶，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，无量诸想，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其分别。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，即以智慧常非短非好非恶，乃至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相，如是观察一切法，唯心想生。若是离心，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。是能观之观，就是以心。那么悉当观察知为是心，对于前面的六行六境啊，都应该要完全应当来观察知为是心啊，就是心啊，唯独是心而已。那么乃至面对一切的境界，若心助念，则心助念了。《金刚经》啊所讲啊，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一住就是片剂值，愁相啊，所以心要住念呢、啊，都应该观察了之哦，不要使令啊这个心，无忌攀缘，这个无忌，就是妄思的唯心事观叫无忌，而产生的妄想攀缘哦。认为有前面的境界而不自觉知，一念念牵吸引观察，一念念当中呢都应该观察知为是心啊，前面一个最主要的了知一切法就是一心而已。好，随心有所缘念，随着我们心有所缘念的时候，还当使令心随逐彼念，就后面这一念心，而随逐彼就前面那一念心了知啊，前面没有真实，后面呢也是虚妄的，令心自知。这个呢文堂中啊会加以解释的清楚。了知呢自己内心呢自己升起的想念呢、啊。和一切境界呢有念有分别，因为境本来是心，心所显的。所谓内心呢自己升起哦，这是长这是短，是好是恶，是或者非，得或者失，衰或者利，有或者是无等等对立啊，种种对立之见，无量诸想都是心，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而一切境界啊，未曾有想其分别。说这一盆花，我们讲它是红色，叶子是绿色，花就是花，它不会说我是红色，我的叶子是绿色，它没有这个念头，是我们自己内心呢想出来的。所以一切境界未曾有想其前面的这一些啊，长短好恶种种的分别，没有。当知一切境界自分别想故，即自非常非短非好非恶。我们应当了知一切境界啊，本质没有分别想的缘故啊，那就不是长，也不是短啊，也不是好，不是恶，乃至呀、啊，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我们所安立啊种种的相，名言安立啊。那么如是观察一切法，唯心想生。如是的来观察的话，我们了知了一切法有种种的分别，从哪里来呢？为心想所生的。心想所生，就境界没有你所讲的那一回事的，没有。所以啊，《大圣起信论》当中讲到，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。所有的法是从心所升起妄念而生的，一切的分别就是分别自心啊，
心不见心呢，无相可得。所以一切法唯心想生，若是离心，离开心的想念，那就没有一法一相而能自见它有差别呀。所以在修的时候啊，古人呢、啊，古德这个三祖的三参大师讲啊，说一念不生，万法无救，都是你心的问题啊。本来境界没有好没有坏，好坏出于我们的心，而自造业自受报，谁害了你？自己害了自己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那么艺术当中呢？欧益大师呢，欧祖这么开示：此唯心是观，乃是破法执之利道，少烦恼之猛焰，正涅槃之要经，成菩提之秘诀，自简自易，自妙自玄。这唯心是观，乃是呢破法执的利道。法执，认为有心外境啊。法执，唯心是观告诉你，所有境都是心啊，都是心，就一心而已。它是破法执的力道，少无明烦恼的猛焰，智慧火啊，正大般涅槃的要经，重要的经度，从这个地方进去了，成无上菩提之秘诀。哎，收归于心呢，将万法收归于心，一心依他如幻，当体就是圆成实。好，你要了解啊，依他起，那么依他无限，就破片寂止而入圆成实。这个观的话，其实呢，跟中观的有相同的，相同。中观也是在依他起缘起法当中呢，观察是因缘生，破我们的着相，而入呢，你观察因缘生，当体就入空性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是称无上菩提之秘诀，自简自简要，自容易，自微妙，自玄奥。这个老人家赞叹这个法门殊胜了啊！止科有五，就是经文当中呢，分成了五段。那么初云悉当观察之为是心者，总是唯心止观门也。这里头有止有观的哦。那这两句话，悉当观察之为是心。这是笼总来指示唯心是观的止观门，知为是心。知为是心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呢，注就是第十页的这个注文，第十页哈，第十页的这个注。注当中讲大乘止观法门四要见一，大乘止观法门呢，这是慧思禅师的著作。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是从大乘止观当中再开出来，演绎比较细的啊。四要是欧益大师解释里面的要义，欧益大师的解释。在建议当中呢，前面的细文里头的，好，说呢，修道次要尽以大乘止观一书，而大乘止观之要尽以转无成智之一言。修道之要完全在大乘止观这一书当中啊，概括了，概括了，当中呢也是讲三无性。分别性、依他起性、依他性，还有呢，真实性。好，
那么泥头啊，是性相圆融的，而大乘止观之要，完全呢，在于转无尘智，没有外尘的智慧这一句话了。外尘本来没有的，就是一心而已。何也？心也者，万法之体也。华严云：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咒。舍楞严云：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一切因果，世界为尘，因心成体，彼凡夫不了唯心之意，而为六尘所缚，则六尘尘也。何也？什么道理呢？心也者，这心呢，它是万法之体呀，万法的本体。所有的法都是由心所显的，所以啊，心是万法的本体。华严经当中讲到，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咒三界没有其他的法，就是一心所造作出来的，开出来十法界，就一切唯心造，一切法十法界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。那么《舍楞严经》当中讲到，说诸法所生呢是唯心所现的。心所现的，一切的因或者果，那世界啊，为成因心而成体呀、啊。没有心，哪有这一些东西呢？这个都没有办法安立的，都是心。彼凡夫啊，不了唯心的道理，而为六尘所转，而认为有外境，就被境所转了。这六尘尘也。声闻不了唯心之意啊，而为四谛所缚，则四谛亦尘也。声闻不了唯心的道理，也是被四谛啊所缚。那么四谛啊也是尘啊，讲起来是这样的。缘且不了唯心之意啊，而为色因缘啊所缚，则色因缘亦尘也。法是过河的舟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讲啊，如能比丘知我说法如法义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它是过河的这个舟船，过河的船，到岸不须舟，所以啊，是过河的船，法就是船，如同船一样，所以色因缘亦尘也。菩萨不了唯心之意，而为六度所缚，则六度亦尘也。则前脚的菩萨不了唯心的道理，而被六度所缚，还在事相上的前脚的菩萨，则六度也是尘呢。不灵为事哦，昔有僧人问先得业，说波尘见佛时如何？业佛即是尘呐，说他很厉害啊。不单单只是这样啊，过去有僧有出家师父啊，问先德说啊，说当我波尘见佛的时候，那么怎么样呢？说啊，佛就是尘啊，佛也是尘，这《般若经》里面讲，假使有一个法超过涅槃，我也说他是如梦如幻。由是观之啊，若心外见有千毫之法，无论若幻若现，皆尘也。而义之乎？即身即心是尘，即尘是心也哉。那么言论引，就观所缘言论啊当中讲说，更无心外法，能以心为眼，悉从自心生，还以心为相。更没有心外的法，能够以心啊作为所缘，这个心就是见分。悉从自心生，还以心为相啊，完完全全从自心这个心啊，指自证分所现出来的，还以心这个心呢、啊、是见分作为所缘的相分。讲起来都是心的，都是心。所以啊，底下讲量以世间出世间诸法所有的法为是一心。
苟以此地疗而不已，则取舍情妄啊！啊，那么持求心邪而无成之志转矣。果能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些道理，能够地疗仔细观察，能够通达，而没有疑惑，那么取舍的心，能取的是心呢？舍取的是境啊，能取舍取，能取是心啊，见分、攀缘、相分呢、啊？我们前面呢在讲贝人的时候也引了，能分别跟舍分别的都是自证分所现的，收回来这一些都是虚妄的，没有能取舍取，就一心的，这取舍的。心呢，这种心消亡呢，你在持求而心怀的境界啊，这种的念头也止息了。没有你所想的那个东西啊，都是心，都是心，所以啊，而无尘，没有外尘的智慧转移，唯识唯心的道理。我们再看回来第二页，看回来第二页，所以啊，这里讲悉当观察，知为是心呢、啊，啊，知为是心。所以《般若经》啊，《般若心经》当中呢，从五蕴开始破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那么再来呢，四谛、十因缘、六度，能取所取，能观的智，所观的理，通通破了。入本性啊，入本性。其次讲到次因，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，是分别性关门。其次前面的正文第三句开始，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，悉当察知，皆当察知，勿令死心无忌攀缘，不自觉知。这是呢，只是分别性的关门啊，关门。这关门怎么说呢？底下就解释说：心若助念依一切境，执着啊有一切境界，则成遍计所执，叫做分别性。哦，分别性。分别境就是遍计所执性，但分别性当中有染分的分别，有净分的分别，有这样差别，一个染法缘起，一个净法缘起，所以讲分别性，这是属于遍计所执，助念的着了，着有净，所以经济察知，现在记就着观察了之，不要死心啊，无忌攀缘不绝。就观察的智慧起来了，不要使令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无忌而、失去了唯心是观，妄想攀缘呢、啊，认为有心外的境而不自觉知，这个就是观了、啊，这个就是观。此言无忌，这里说的无忌是什么呢？今以唯心是观，守忌内心，名之为忌。若复忘失了唯心是观，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啊，名为无忌也。这个无忌是这样的意思。哦，现在以唯心是观守护我们内心呢，明白记忆啊，不忘失，这个叫做忌，叫忌。假使呢，忘失了唯心是观呢，妄想攀缘哦，嫉妒有实真实的外在的境界可得，这个叫做无忌的。是这样的意思。那观就要观察了之呢，观察了之，不要失去了唯心是观，升起妄想攀缘而不自觉之，这个是观。接着第三段，三因一念念间起，令心自知，是分别性之门。
就是我们这一页的第一行，一念念间，悉因观察，随心有所缘念，烦恼死心，随之彼念，令心自止。哈，这是指示分别性的止门，分别性的止门，就是了知啊，我们那个念头不真实的，止其妄念，止就是定，它是属于心的体，安住在本体，不产生妄念的啊。观呢是心的作用，心的作用观察了知现前的这个境界，就只有心而已啊。我们看欧祖的解释：悉因观察，为当观察知为是心正，大乘止观首名。抢观诸法，唯是心相，悉转无实也。悉因观察，经文当中的一念念间，悉因观察，意思是说应当要观察了知啊，唯独是一心，没有外境的，境就是心啊，哦。那么《入楞伽经》当中讲到说，诸法无自性啊，但唯心所现，不了一自心呢，是故生分别。诸法无自性，人没有人的性，马没有马的性啊，哦，是唯心所现的。因为你不了解是自心所现啊，因此就生起分别。所以当观察知为是心，这正是呢大乘止观当中所说明的，要抢观诸法为是心相，悉转无实。抢观，我们不是真正的证的那个理，所以叫做抢观。诸法就是心所现的相啊，相分，这个心呢就是自证跟变现的相分呢，变现的相分。我们看到这个镜怎么来，从唯识的观念来讲，我们的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的妄动啊，就现出了无赖耶，无赖耶。那么在第一最初产生业相的时候，就是正智正分智正分，接着转向是见分，现象是相分啊，这个都是八识，属于八识里面的三系相，属于八识分成能所体用啊。那么八识呢，产生八识的时候，它顿变相分哦，根生气界种子有三个，阿赖耶相分有三个啊，根生气界正报依报，还有呢。正报依报的种子，这个种子，那么八识所变的叫本质相分，前六识在攀岩的时候叫影像相分，有自证文变现那个影像，见闻及攀岩我看到了，就好像照相机有这个里面的镜片的折射，我们看到了外境了，是那个影像物体它投影在那个镜片，我们看到了是投影出来的，投影出来。我们呢眼根在见色尘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有自证闻变现影像，见闻去攀岩它，我们看到了，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，一样。那为什么看得到？哦，那么唯识里面讲，每一个事啊，都有具足因缘，它才能够产生的。啊，眼是九缘生，每一个事当中都有一个叫种子，种子一，种子一，就阿赖耶识里面有那个种子，所以啊，它会显现那个境。有一个是种子一的第八识那个种子，哦，
所以啊，八个士来讲，第八士是所熏的，前面的七个士是能熏的，能熏习的，能熏习。好，那么前五士，眼耳鼻舌身，前五士，它能够熏习阿赖耶识的相分的种子。阿赖耶识前面讲相有三种吗？他前五是他心起相分的种子，但是心起内生跟外气的正报跟外气依报的十五层的相分种啊，相分种子。第六是，第六是能够心起第八世的相分跟见分的种子，而第七世唯独心起第八世的见分的种子。见闻的种子，所以啊，它里面都有种子的，所以是在产生作用的时候，都有一个一子的那个种子，种子一，一个种子一。但是呢，这个都是由心呢所显的，所以啊，抢观诸法为是心相。是自真文所变现的相分啊，西装无实啊，啊，变现出来西装无实，我们就看那个影像，我看这一盆花，看到这一盆花是我自真分演示的自真分呢、啊、变现出来的影子，我演示了见分去攀岩它，攀岩它，西装无实。凡当使心随着彼念呢，令心自知者，正达称此观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面前念，令之无实念也。经文当中呢，随心有所缘念，凡当使心随着彼念而令心自知。凡当使心，这个心，这第一个，这后一念，随着彼念，前面的念，第一个念。前面的念头，好、哦、令心知，使令我们心能够了知，前一念不真实啊，后一念呢也是虚妄的。所以正大乘止观当中所谓的次第啊，以后念而破前念，了知前面不真实，没有真实的念头。嗯，底下讲，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啊，后念为能观。以后念起时，前念已灭，不得成所观境。但借前念之非实，以知后念之本虚。人是当念为能观，后念有所观，由此能观令以所观啊不起实执而。说然而，我们也不要希望的认为啊，说前一念是所观境，后一念是能观的，因为啊，后一念升起来的时候，前念已经灭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称为所观境了。哦，前念已经没有了嘛。但是借着前念那一种不真实灭了吗？就是不真实的。哦，了知后一念它原本也是虚妄的，念头是这样的，刹那生刹那灭的，啊、哦，仍然是以当念为能观，后一念为所观，为所观。由此前一念的能观令以所观的不起真实的执着啊，这一念呢，前一念能观呢，使令他对于后一念第二念呢不生起真实的执着。就是我们在修的当下是这样嘛，了知念头不真实的，所以不对于后面的这一些念头生起来认为它是真实有，不是真实的，而就是罢了。只是这样的道理，要先说这样的道理。再来呢，第四段，是云知己内心气起分别，是依他性中关门也。第四段说，知己内心自身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，乃至第三行的，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其分别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来指示呢依他性当中的关门。前面是分别性，接着是依他性，八个事啊，八个事。
包含了心王、心所这四分，都是属于依他起性，都是因缘生的。哦，依他就是依托众缘，依托众缘。那么当中的关门，关门，也就是说呢，内心自身想念，为长、为短、为好、为恶、为是、为非、为得、为失、为衰、为利、为有、为无，依他起而成片机。内心自身想念，哦，认为哦，境界是长啊，认为是短啊，认为好，认为恶。哦，认为是，认为非，认为得，认为失，哦，认为衰，认为是利，认为有，认为无。你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想念，你的觉照已经没有了，就从依他当中呢，转成了成为片机所执，执着那个境界啊。我们一般的凡夫都是这样啊，在缘起法当中，不知道缘起法是假的。哦，我们都认为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杯子，啊，这佛像啊，我没有那个观位，直接观察到本体啊。所以啊，当我们升起想念的时候，就入了片机执，没有观照的智慧啊，啊，升起想念，就从依他，对于依他起，它本来是依托众缘所产生的，而认为升起的长短、好恶等等的，就称为片机所执。而出境界本无有念，亦无分别，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而。关门当中就要告诉我们，在所有的境界当中，本来没有念呢，本来也没有分别，它不过呢，只是我们自心的相分，是我们自身所显现出来的罢了。没有你所认为的这些事情了，没有，啊，没有的，这是关门，关门，都是内心的自身想念的，啊，自身想念，要观察，这些境界啊，未曾有想，起分别都没有，因为境就是心所显呐，就是心呐。自性的相分罢了。那么再来第五段呢？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止门也，止即妄念呐。第五段呢，当知一切以下说，当知一切境界，自无分别想故，即智慧常慧短慧好慧恶，乃至慧有慧无，离一切相啊。如是观察一切法，唯心想生。若使离心，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。这是指示呢，依他性当中的止门。啊，止门。底下讲说，一切诸法即为自心相分，则有即非有，无生无灭，并不执此虚相已。说呢，一切的诸法，既然呢，都只是我们自心的相分呢，是心呐，所以啊，有的当下就是非有，非有，所以就不生呢，不生，所以不灭呀。并不执此虚相已，那也就呢，不执着。这个希望的相为真实的了，我们了解啊，是心的相分，就是心呐、啊，有的当下就是非有，因为境就是心。言一切境界，即指非长非短等者，且如有境于此，短者视之，则以为长，境非长也。那么，长者视之，
则以为短，静非短也。好，底下呢就来说明，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啊。是说到呢，一切境界，即智、非常、非短等等的情形，没有这一些分别的情形啊。姑且就如同有境界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短的看它哦，就认为它比较长，就是长的哦。从分别当中呢，有比较，有对立呀，但是呢，这个境界也不是长的。那么长的，就我们本身呢看的人这一方面呢，长者来看它，认为它是短的，但是境界也不是短，境界就是那样子了，境界就那样子。喜者视之以则以为好，静非好也；厌者视之则以为恶，静非恶也。等等，有欢喜心的人来看，认为我这非常好。但境界也不是好啊，有厌恶的心来看的时候呢，认为这个不好，但境界也不是不好啊，等等，好坏出于心呐，境界没有好坏的。底下讲，譬如同在一处，天见牛犁，夷见库宅，人见清水，鬼见龙血炭火，离彼室内有情心想。何尝别有法相可得？就好像说呢，世界的众生他们同在一个地方来看这个水，看这个水，而天人看水就是琉璃，他就踏了就过去了，这琉璃地啊，走了就过去那么一看这个水就是他的库宅宫殿呢，他非常的欢喜的。人看到水，就是清水嘛，鬼看到水就是龙血，就是炭火。只是一个水呀，室内的众生来看呢，不一样的结果。离彼室内有情的心想，因为这个是唯识学里面所讲，都是他的业识，他业识所变现的不一样的，有业识所变现不同，所以远离了这室内众生的心想呢。何尝别有法相可得？有不同的法相可得？没有啊，它本来就是水呀。从室内来看呢，由他们的心想，他们业识不一样，变现不同，不同。这是说明呢，境本来没有想，没有分别，想跟分别这一些的分别，都是自己从内心所产生的，所产生的，又如同一美女，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，等被杜甫视之以为冤家，一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绝作。不净观人视之以为行彻，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，路假菩萨视之知其能为世界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。知即法界实相，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之心量，心外无境啊，一切诸法历皆可知。又如同有一位的美女，有欲心的男子看她，认为太美好了，长得庄严啊，太美好了。那么等辈就是另外一个美女。后呢，杜甫有嫉妒心的妇人看到这个美女的话，以为冤家夺她之爱呀，那么鱼看到美女呀，有人呢，赶快啊，就跑得更深了，入到深水里面去了。鸟看到美女就飞了，麋鹿啊看到美女就绝作，跑得很快啊，这个作就是快跑。修不净观的人看到这个美女，以为行彻都是36种不净物所构成的。这个行彻是什么？流动彻首啦，叫行彻。出世的圣人视之，看到他知其本空啊，五蕴和合嘛，当中没有我
鹿角的菩萨观察他，了知他能作为十界染净的缘起，有贪的人呢，就是六道呢染法的缘起，好，而且真实的观照啊，那个四圣的法界是净法的缘起。佛眼视之，知即是法界实相啊，啊，幻化空身啊，当体就是法身的本体啊。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，哦，就是法界的实相。即此一法，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。这句话是《楞严经》里面的话。即此一法，龙总不超出于十法界各自的心量，就心想所现的，哦，离开心之外，没有境界的，没有这个境界。所以一切诸法比例都是啊这样啊，我们可以了知的哦。底下呢，二祖就一个总结啦，说色法归心，则心外无法，因缘即空也；心生想念，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，因缘即假也。法为心生，以心为底，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相，本无差别，不生不灭。因缘即中也，就即空即假即中，哦，那么一切法当体就是即空即假即中。第一个即空，色法归心，心外无法。色法归心，法就是相分啊，色归自证分，是自证分所变现的，离开心之外没有法可得啊。所以因缘所生法，当下就是空啊，即空。而心生想念呢，有自证分，就变现的相分呢，法随心现，无量差别，有无量的差别，看你心起什么样的念头啊，现出什么样的境界啊，同样一盆花，你也有看它很庄严，你也有看它这个做得不好，有很多的差别相的。因缘即假，这因缘所生啊，就是假，假名安利呀，假名安利啊。那么法为心生，以心为体，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相，本无差别，不生不灭。说法这个相分，唯独是自证所生出来的，所现的。那就以心为体，离开心没有三法可得吗？所以以心为体啊，非有非无，这个法非有，因为是心吗？非无啊，依他，依他起，在唯识的观法当中呢，不破依他起的，叫破片即止，观依他如幻呢，而入缘成实啊，而不破坏依他起。跟中观也是一样啊，中观呢，观缘起啊，是因缘生，自性不可得，不是要破缘起法，不是的。破缘起法就入断灭见了，入空见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相，远离啊一切我们安立啊有无长短种种的相。本来没有差别啊，就是心而已，有即非有，所以不生不无生，所以啊不昧，因缘即中，因缘所生啊，当下就是中道，就是中道。前面两种观法也可以讲啊，就是啊唯心是观。后面一个可以讲，就是真如实观，从相入性啊。若能念念如此观察，则何执不破，何惑不消？执破惑消，朗然大解，方知诸法本来即灭，不惑更灭。说假使能够这样啊，念念如此的观察。那么哪一种的执着不破除呢？哪一种的烦恼不消亡呢？执着破除了，而烦恼也消亡了，朗然大觉。
这个地方都是讲破法执啊，哎，破法执。那么方士呢，一切法从本以来都是即灭相的，生亦非生啊，灭亦非灭啊，无生无灭啊，不复更灭的，本来就是即灭相。法华经所讲的诸法从本来常是即灭相的，接着我们再看着丁山的欠修减过分两段，这一处欠修，第二减过。现在这一处，第一欠修，常应如是所记内心之为妄念，无是境界，勿令修慧，是名修学唯心是不二。则恒常应当要如是来守护铭记在内心。那么了之呢？唯独是妄念呢、啊？妄念所现呢、啊，没有真实的境界的，勿令修慧，不要使令啊，这个观法，修慧呢，这样就称作修学唯心是观。维大师的意思讲到：守者不令痴散，即是定也；记者恒令分明，即是慧也；内心者不令前进。了知心外无法，故名为内，会枯守一腔之味，不可不知。这个守，守即内心，守就是不使令我们的心呢奔驰散乱，就是属于定，属于定。即呢，就是恒常使令我们内心非常的分明，即就是记忆明白，非常分明的，这是属于慧，属于慧。定是心得体，慧是做的心得用。那么守住守记内心，那么内心在内心就是不念有前面的境界。了之呢，心外没有法，因为法就是心，所以叫做内，叫做内，内心。不是枯守一腔之味，守着这个心就是心脏，这一腔就是心脏了，哦，不是守着心脏，心不是指心脏啊，哈，就我们心脏，不可不知啦，就是没有心外境，心外在没有法，这叫内。第二讲过，若心无记，不知。自心念者，即为有前境界，不明唯心是观。假使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无记啊，忘失了唯心是观呢、啊，不知自心念者，不了知呢自己的心升起想念的情形，那就是认为哦有前面的境界哦，有前面的境界，那个心境对立啊，就不叫唯心是观了、啊。这是第一颗秉义的观境唯心啊，讲过了。接着秉二的善知心相，又守记内心者，则知贪想、嗔想及依持邪见想，知善知不善，知无记，知心劳力，种种出苦。又者，假使我们能够守护铭记啊，我们内心的话，这心能够呢修行唯心是观呢、啊，了知一切境，就是心呢、啊，再没有心外的话，这个心呢、啊、就收拾呢往内念呢收拾起来呢，这个时候就能够了知哦，我们起了杂念呢，是贪想，是嗔想，是疑痴邪见想，自己起什么念头。会看得特别清楚，知道啊，善念知不善念，知无记啊，知心劳力，想东想西，种种诸苦，对啊，都是想出来的啦。天下本无事啊，庸人自扰之嘛，想出来的种种诸苦，
那么意思当中，悟主开示说呢，说众生无始以来，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啊，但能向外往生分别，不能反观内自心相。今由善修唯心是观，知境唯心，心不外驰，故想己即知，不随想而飘堕也。所以，我们凡夫众生呢，无始劫以来，由于自心所现的境界不能够了知，是心所变现的，不了知了。但能向外往生分别，只能够啊向外攀岩哦，希望升起种种的分别，而不能够回光返照啊，内自心相啊。现在由于啊能够善修唯心是观，知境唯心，了知境界就是心所变现，就是心呐、啊，没有外在的境界啊，所以心呢、啊，它就不再向外去奔驰了。由心能够内练的，所以啊，想起即知，妄想升起，马上就知道，马上知道，哦，是心动念所产生的，就不随着妄想而飘堕罗刹鬼国啊，起心动念啊，认为有外在的境界啊，可得的。接着呢，丙三的关门成就，若于昼时随心所言念念观之，唯心生昧，譬如水流灯焰，无暂时处，从事当得色即三昧。所以呢，假使在我们静坐的时候，随心所言，随着我们的这一念心所攀岩的念念，都能够观察了之呢，唯心生昧，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在生，你的心在昧啊。外境本来没有生，本来也没有昧，都是我们的心。好，唯心生，唯心昧，譬如水流灯焰。底下举例啊，好像水流哦，好像灯焰一样啊、哦。我们呢点灯啊，不暂时住。这个水流啊，水在流，好像看起来一条，其实它是一颗一颗一颗串在一起的。哦，前后相似相续，相似，但又相续。灯焰也一样的，我们燃灯啊，那个火你看是一条，其实它不是的，火焰它也是一点一点一点连接起来的，也是相似相续，无暂时停的，它是刹那生刹那灭的。又者每一个刹那都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啊啊，从不到第二念当中的这个念头起来。水流深道大师的物不迁论里面所讲的，你看那个桥下的水流得很湍急，其实没有在动啊，物不迁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它是水珠，一个水珠一个水珠连接起来的，第一颗水珠，第二颗水珠，第二颗水珠不跨越前面一颗水珠，每一颗的水珠当中呢，都是因缘生，自性不可得的，体都是空的。前面第一颗只能够当第二颗的引导，引导而已，哦，所以啊，它不是这一条的，它的个体个体的，每一点每一点都是因缘生，自性不可得。所以因此啊，心相本来是空寂的，心相也是寂灭相的，一切唯心。所以色本来也是不生不灭的。我们看悟主的解释，
前轮修观通一切时及一切处，今曰入定，则是为一宗，作为最胜也。前面讨论修观则通一切时一切处，现在呀，就着入定来讲，是位仪当中行住坐卧，以坐是最为殊胜的。知为心生，则色本无生；知为心昧，则色本无昧，故得色即三昧。了知唯独是心生呢，那色本来没有生，了知唯独是心昧啊，所以色本来也没有昧。本来那个境界啊，都是你心所变现的。生的时候是你心所变现，灭的时候也是你心所灭的，都是心的问题。境界本来无所有，所以叫色即三昧。色即三昧，有心生昧相，譬如水流灯焰啊，无沾湿处，则刹那财生啊，无间即昧啊。无龙从此转至以往，既无动转，心向本极，心即本极，色即不然。又者，心生昧相，心的生昧相就譬如水流，像灯焰，无沾湿处啊，一个珠一个珠连接在一起，火焰呢一点一点连接在一起，它是刹那财生呢，无间即灭。出生即有灭啊，因为是因缘生，所以体性是空的。就刹那财生，无间即灭，当下体性是空的。所以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每一点每一点都是空，都是空，都是空。所以无龙从此念而转至第二念，一方就第二念。既然没有动转，说心相呢，本来就是即灭相的。心相本来就是即灭相，心相既然本来就是即灭相啊，色相呢，难道不是如此吗？观色为心而悟本极，故名色即三昧。非为色即而心不即也。这个当中的善巧只是观察色法，是唯心所现啊，是心生，是心灭，所以色本来啊，它是没有生也没有灭的，所以而物那个色本来是空寂的，因此称作色即三昧。而这是一个善巧，不是说色即而心不即，不是说只是色是即灭相，而心不是即灭相，心也是即灭相的。也是即灭相，得此三昧啊，是圆五品观行即佛。得到了这个色即三昧啊，是圆教的五品位的观行即佛。位次属于观行即佛，无烦恼啊，无烦恼的。这是以一啊，正是关门净，关门净。因为啊，这个观法当中是顺着前面的意识境界来的，意识境界当中呢，就是大开眼界，就是明智即佛，明智位的，明智位，从明智位当中呢，那么了解意识境界，开始修起修这两种观道当中呢，在修唯心四观得色即三昧的时候，不烦恼，不痛了，是谁入观行即佛？观行即佛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呢这一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其他的我们星期三再接着说，向下文场会来日回向。